太没得话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峰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燕。上期呢有网友问肿眼泡做双眼皮好不好看？对。然后呢，这期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肿眼泡只吸脂不做双眼皮可不可以？对。嗯。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有意思。嗯。可能这样的人啊，不是那么喜欢双眼皮。对。对吧？对对。或者说呢，是个男性。嗯。肿眼泡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嗯，不是说呢你熬夜了，嗯，你有水肿那个情况，我说正常情况下，对对，嗯，是因为你眼睑下面脂肪比较多，嗯，对吧？眼睑下面脂肪多的话，啊，眼泡肿，嗯，也人不好看了，没精神啥，对对，啊，想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其实呢，做这个肿眼泡把脂肪处理完了之后呢，不做双眼皮行不行？嗯，可以的嘛。嗯，啊，可以的，也可以是单眼皮嘛。对，对吧？也可以是内双嘛。对，嗯，对吧？根据你的需要，嗯，根据你的基础，也根据给你做手术的这个整形医院院长的技术水平，嗯，对吧？对，根据上述这些条件，嗯，来判断。嗯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比较，嗯，科学一点嘛。对，对吧？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，对，对，根据他的情况来，我们来给他设计一个适合他的，嗯，对，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，对，不要盲目的去攀比，嗯，人和人基础不一样，对，也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流行平行啊，嗯，大的这样不可以的，还是得根据自己的条件，对，做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，对，嗯，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